工会战吧，就像战车世界这样，一定会有啊。这个渔火能不能消掉？万一有人。会掉比较好的东西，可是我不清楚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效，我们就试试看啊，看它会不会掉比较好。要是没有，我们就把这个刚刚妖言惑众的王八蛋拖去宰了。太好了这边有路走吗？原来血条会藏到都快到我们聊天室那边去了，太扯了。这边好像没有路哎、欸，这边有路吗？有路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去刚刚那边。啊，百灵珠！没错，没有路可以走，应该是去刚刚的那个。应该是在这里。如果99已经戳到聊天室了，好可怕、啊。可怕、哦！
自从血条变多了之后，我都觉得我变聪明了。你看，整个都下坑哎、欸。真的很屌哎、欸！哈喽，就一巴哒哒。我没有打算把血瓶改多一点，不过血瓶应该可以升级吧。应该要从下面过去。啊，不能从这一侧打开。这里还有鱼骨哎。也不需要就一把哒哒哒哒，因为我们有更好的修改器。哎呦我操！Kindled, are we? Welcome to my abode. I am Cornix, an old pyromancer. A crow in his cage, as you see now. But here we are, an encounter for the ages. I hear the unkindled make for fine vessels. Care to learn some pyromancies from this old man?好啊 ，Most wise. To read the pleasure.
J Gaming 是什么东西？是周杰伦的吗？啊，我的尸首，我没有啊，我是小咖咩，怎么可能会被看上？我好像迷路了。我拿到一个戒指哎。我是小咖的啊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看签很多实况组比较很好的样子，其实实况组很不好养，因为首先你看你得要多少的观众，然后多少的触及率，哦，这可是问题都超多的，啊，想到都头痛。啊，接下来实况组，很多实况组其实没有。在实况组你要选哪一种？就是你要选专任游戏的，专职一个游戏的，还是单机类游戏的？然后哦，那个真的很难赚啊，真的很难赚。以台湾的环境来说，非常难赚。像你看啊，假设你只有选一款游戏的话，像是英雄联盟，那变成说他的观众都是英雄联盟那一类的，代表说这个实况组可能玩其他的游戏就。不大会有人看，像这种就是一个游戏的实况组，或者是说像我们这种单机类的实况组。单机类的实况组的缺点就是你可能要一直找人。对啊，那星海的话，你像看。他的观众就是星海的族群，炉石就炉石的族群 ，LOL 就 LOL 的族群。有点难。那如果说只是像女生漂亮的话。那么像这样子的话，也有奶妹的，就会变主播。那主播的话，这种观众就会比较变调一点。欸，还没死。对，就是打团体战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能够引来多少的观众？你懂吗？这样子的话会很危险。那接下来你如果签了这些实况组，代表说你可能一个月要给他多少？那给多少的话，这是要看他的人数再给多少，还是要看，还是要每天他播多久，然后来去用多少？对啊，你看啊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很乱。那接下来就是台湾的观众大部分还是会习惯看 Twitch，
因为 Twitch 的话有国外，那周杰伦的频道有没有办法可以联合到这些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他可能就会变得像 Live House 或者是麦卡贝这样。那以他的名气的话，是可以拉比较多的人，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错。可是毕竟这是玩家的族群，都会很麻烦。嗯 ，Another one of those unkindled, are you? All you faceless undead.、我这么说好了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加入演艺人员，然后就会比较多。可是实际上是因为演艺电视的演艺这种，它都在萎缩，所以大家会纷纷跳来网络圈，这样懂吗？你不要感觉好像加入艺人方式来包装操作，这种东西是会很好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很多很多演艺人员还是什么蛙哥，他都想要吃网络这一块，可是。在吃网络这一块的时候，网络的族群跟电视的族群，它是差非常非常多的，它是差非常非常多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想要包装进来都包不成功，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是之间的差别，没有那么简单，真的，你不要以为很简单。你看，你接下来。你不要讲的好像哦，他们要加入什么什么什么，可是实际上是怎么样？实际上是电视的媒体演艺圈，它一直在萎缩，所以大家才会一直跳到这个网络圈。实际上跟你们所想的是完全相反的。这里要打网了吗？可是我没有多少血，我也没有那个瓶子。这啥啥？他居然上去了，哦，是，对啊，他如果想要用电视的模式来的话，一开始会取得蛮亮眼的成绩，因为大家会瞩目嘛，媒体会操作嘛。可是实际上是不同的族群啊，因为他想要操作的是电动上面的族群。我这么说好了，很多的网络红人，那他在那个什么 ED Today 什么的话，你没有发现其实是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人点赞跟没有什么人回文的。你不要看电竞圈好像很大，实际上还是很小的游戏圈。就大家觉得好赚啊，大家觉得哇，这一定很好操弄，其实很难。哇！金主很重要啦，但是钱是有限的。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瞄准你？很多公司都嘛会说，哦，我们怎么背后是大陆，什么有的是钱。实际上，就算有钱，你一直投下去，没有什么一样的成果，你久了你也是会丘能。这样你懂我意思吗？没有那么简单，我其实没有很看好。
也许 我有看到有人空手反盾反，可是那一定不是我，那一定不是我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找一下路啊？嗯，红安。所以我们就再看看，不过他有心这么做比一堆哎呦挫折，比一些粗张嘴的我觉得好很多了。哎，这里我没来过哎，这啥小来到奇怪的地方，不收到。前有强敌，前面要当心强敌。你买的一定是畸形的烤鸭，它有三个屁股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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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变三个屁股的鸭子了。哦、就是这里 ，OK， 找到了儿。看看附近有没有路。宝特瓶要变三个屁股了。那个空手盾板呢，跟我们的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咱们就不用痴心妄想了，我们就好好的做自己的事吧。这是怎么往上的？
表示友好。Anytime. 前面有个洞穴。I help and...哇，那个是龙吗？能打到这里也不简单。我今天下午打了一下午那个树妖的蛋蛋哦，我一个崩溃。假的啊啊！结果呢？你还活着吗？真的假的？啊啊！刚才为什么要吗？对啊，不是一直打那个。下午不要跟，下午简直是，下午根本是在彰化大赛。总复习那时候，我觉得我身上装备已经是最好的了，再也没有比我好的装备了。你看我那个新手中的数值就这么好，要死的呢。初次常见，哎呦，造型不错。这把蛮痛的吗？
我来看看是哪一把。这个吗？直剑还是细剑？我其实也搞不大清楚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卖一卖？是细剑吧？刚刚王是掉什么东西？我也搞不大清楚。应该这一把。感觉也还好，真的假的？蛮好用的吗？那我换一下好了，这一把嘛。哇，好帅哦！去看看那个好了。没有，哎，我玩这一代玩到现在都没有找人帮忙，哎，能力点要点什么啊？Very well. Then touch the cake nook.我能力点要点哪一个？是体力吗？还是敏捷？我要点什么才可以？是敏捷吗？那个双持要按什么？那我先加。就是开个挂而已。必须的能力，这是什么？十四。那个手的是哦，敏捷。敏捷要弄。Welcome home, speak. Very well. 加一点敏。Then touch taken.只能加两级，还刚刚好。Farewell, Ashen One. 好了，可以关掉了。I'm sorry. 他如果死了怎么办？怎么练的？就是修改器打开，按就这样啊？怎么练的？等，哎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觉得肚子好痛。